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 Make 大叔，今天就来到新店区的超人鲈鱼汤，这是这一间店正面的样子。哦，他们搬家了，我很久没有来吃了，就在新店消防局的对面，也是北新路上。很久没有来了，所以哦，这新店面看起来很漂亮哦。好，平常可能稍微要排队一下。好，那卤菜就非常的摆设，非常的干净啊。好，菜单在这边啊，就是这个专业鲈鱼汤。哎，六，哎，好。哎，对对对，好。很久没有拍到老板的英姿，拍一下。嗨，老板，好久不见了。哎，搬家搬到这边很久了吗？一年了，一年了哦，赞哦。然后这个锅子就是从日本定制的，哎，对对对对，好嘞，赞哎。好，那我一位，好，那价钱全部都这个高一点点啊。好，那这边还有讲到这个鲈鱼的功效啊，啊，还有这个卤猪脚啊，吃下去就好运连连之类的啊。然后这个小菜区价钱也非常的清楚，各位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。好，那当然今天就要吃比较有特色的。OK。老板，你要什么汤？好，那我今天想要点那个好像比较特别，是那个什么加州鲈鱼汤的。加州鲈鱼是真鲈的。哎。哦，来自加州啊，哦，坐了飞机特别贵啊，不，那个。他也是台湾的，不是建国的。哦，那有蛋吗？因为上次看人家是有蛋。因为这件他没有蛋。好吧。季节的关系，季节的关系，好，还是给它点下去这样。加州鲈鱼，它有分整只吗？还是中段什么的？没有，它就是整尾的。整尾，好。对，那我再一份控肉饭。控肉饭，对。好，这样就好一点。哎，对，安内塞了哈，谢谢。他硬性跟你结个蛋，好不好意思哦。那总共450。哦，总共450而已啊。对。修了。好，谢谢。好 ，OK， 好，好，谢谢，谢谢哦。那个老板的哈，对，加州鲈鱼啊，试试看它为什么那么的高档啊，还蛮大碗的，这样300多块应该是觉得蛮划算，啊，好快啊。那个号码是81，我后面嘛，对不对？老板，为什么它会比较价格比较高档呢？是整尾的啊。哦，是因为是整尾。整尾，它不是切断的。是，好，那各位朋友这样就了解了，是因为它是整尾的关系啊。适合两个人吃的哦。好，适合两个人吃。一个人吃的话，可能是不要吃饭，是一定吃得完。哎，是。哎，又要吃饭又要吃菜的话，多吃一条可能会太撑。好，这样哈，哦。那像我就比较贪心了。哈好，那恭喜老板到这边新店面，然后我觉得顺顺利利啊。哎，对对对，然后感觉那个比旧店面的那个摊位更大。顺顺利利啊。哎，对对对。空间比使用空间比较大。哎，是。好。好，那就期待一下啊。好，觉得这个内容空间就变得很干净了。不要拍到我吗？不好意思。好，那这个就是猪脚啊。这是麦芽糖猪脚吗？对。OK。好，那猪脚也是蛮好吃的，各位朋友可以参考一下。好，那这个肥滋滋的控肉饭就好了。然后这里面还有插牙签呢，所以这吃的时候要小心啊。我牙签拿出来，等一下好了。然后像牙签已经拿下来了，那就吃吃看。好，那这个就是肥滋滋、肥滋滋的控肉，有肥有瘦。嗯。好，超人鲈鱼汤就是好吃啊，控肉饭也很好吃。
啊，谢谢。哦，好吃美味啊！啊，这个是肥滋滋、肥滋滋的猪皮的部分啊，啊，有肥有瘦，然后卤的很入味，感觉就是那种传统风的啊。但是我要怎么形容呢？就是感觉它的卤汁没有那么甜啊。因为一般这个卤汁都会放比较多糖来卤，然后也没有放味素的感觉，比较天然啊，就是肉的原味，然后酱油跟葱姜的味道，应该其他调味料比较少啊。嗯，好，重点就是说是吃这个肉痛肉的原本的味道啊，我要形容的意思是这样，嗯，有一点点差异啊。好好吃，就是接近传统风，但是又跟传统风稍稍的有一点不同。嗯，好，那配上这个白饭呢，吃起来真的是蛮过瘾的。好，那分数我觉得是95分。好，那吃东西的感觉就比较看个人了，然后门口停车是比较不方便的。好，清爽没负担就是这个超人鲈鱼汤的特色啊。嗯，好，这白饭吃起来也很棒啊，粒粒分明，嗯，好吃。把这个笋丝吃吃看，是不是我不喜欢那一种？欧爷，你懂，嗯，我懂，你懂，大家懂。那但是我又不能明说，嗯，好，感觉上是这个洗得比较干净的那一种感觉上，好 ，OK， 不错。再来就是期待鱼的那一道。好，那这个就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加州卤，整碗。好，谢谢。哦，确实看起来相当壮观了，很大一只鱼。那这样350值得。好，一样是超人鲈鱼汤，但是我这次吃的跟上次的不一样，是这个加州卤比较贵啊。好，先喝看汤头。嗯，很清甜啊，加上蛤蟆的时候这样吃，嗯，有它这个独特的鲜味。嗯嗯嗯，哦，那蛤蟆超甘甜的。哦，吃起来超爽的。嗯嗯嗯。哦，前面这个蛤蟆就很抢戏耶！哦，超级美味的啊！赞啊！小锅煮饭吗？哦，今天拍时间可能会稍微长一点，因为蛤蟆比较多个。嗯，很过瘾。我现在嘴巴稍微有点黏嘴巴的感觉，所以这个控肉也蛮不错的。嗯，好吃。嗯，等我一下，嘿，啊，你要先把上面这个削掉一点，我才有办法开始吃鱼肉。
哦，就是新鲜的蛤蟆，很甘甜的，嗯，好多颗啊。好，再就吃吃看这个我非常期待的加州卤啊，它的鱼肉看起来很细致又很漂亮，哇哦，好像啊林志玲啊，不，哦，皮肤很白啊。哦，很高档的感觉啊，典雅，鱼肉很细致，然后鱼肉的味道很鲜甜，但它是慢慢上来的，不是一下子啊。好，朋友啊，麦克奇啊，请喝茶。这个鱼肉非常的细致啊，好赞啊，确实美味。哦，这样吃起来超爽的啊。冰玉啊，如果你爱你老婆了啊，一般这个是怀孕之后的妈妈，然后吃的补身汤。就给他买350就开蕊啊，这样他才会得到完整的营养啊，蛮新鲜啊，要是 N 嫂他也会很爱吃啊，嗯，哦，各位朋友看到吗？充满爱的抖动啊，赞，嗯，好，真的很好吃啊，所以这个鲈鱼汤就是满分的啊，它这个确实很高档。好，汤头也很鲜甜，真的很棒啊，吃起来很享受。然后那个店家看到影片，麻烦请见谅我一下，因为我一边讲一边吃，这鱼翅掉满桌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是故意的。好，总之这鱼肉很好吃，然后它鱼翅算是大的鱼翅，要小心是不要吃到。嗯，好吃。然后个人觉得非常的推荐啊。真的很棒啊，加上这个蛤蟆，所以就是有天然的鲜甜味，然后搭配的非常好。你看，像这边还有好多蛤蟆，那么多，所以这个300多块是真的是很值得啊，好吃又美味啊，不愧是这个新店非常有名的店家啊，吃了好多次都觉得非常的满意。好，那我觉得很棒啊，就推荐给各位朋友啊，好吃啦。好，嗯，我觉得这个蛤蟆真的很抢戏啊，我觉得有点它才是主角的感觉，很鲜甜啊，超棒啊，嗯，好吃。可惜没有蛋啊！上次那一集我没有下定决心点这一碗鱼汤，不然就可以吃到鱼蛋了。谢谢哦。好，很好吃哦，赞啊！好，100分啊，好吃。好，已经吃了超过一半了，真的很过瘾。在这个部位是鱼肚肉，鱼肚肉就是这个很有油脂啊。如果播的比较没有那么漂亮，不好意思啊。好，应该是鱼肉最好吃的一块地方，哎，碎掉了啊。假矿来。好，新鲜又美味啊，那这个鱼的味道很香，嗯，哦，很好吃啊，真的赞。哇哦，
鱼的肥滋滋、肥滋滋的地方啊。嗯。嗯，好吃。好，没问题啊，都吃光光。你看这个蛤蟆壳这么多，所以真的真的很超值又好吃啊。好，饭也有吃完，不过这个不解释啊。好，高贵不贵，然后这个很补身，整个身体都暖了起来哦，浴火焚身啊，不，那个整个身体都暖乎乎、暖乎乎的哦，赞。好，当然这个猪脚也很好吃啊，但是两个加起来我今天会花太多钱了、啊。今天主要就是介绍这个加州卤真的很美味，好赞啊。好，哎、欸，很好吃的，赞。好，那老板辛苦了，就这个，您的努力就是粉丝都吃得出来。好，这样，哎、欸，好，那个蛤蟆非常的新鲜啊，所以值得再拍一下。好，老板辛苦了，拜拜。OK。好，这边有注意事项要看一下啊，禁带外食，人数到齐才能入座，然后禁止吸烟，不同一种，烹调时间皆不同，然后无加汤服务 ，OK。好，那搬到新的地方的话，觉得很值得来，是用餐的空间也很宽敞，然后吃起来感受变得更棒了。那各位来就祝你用餐愉快，拜拜。